在吃从深圳带回来的早茶。这个还不是我的就是最嗨版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给大家来一个超级嗨版，还是有所保留的。倒也不是难吃，就是好久没吃胡萝卜了，有点不习惯。哈哈哈哈，那是有多开心？我的头发长好快，确实，不知不觉就长到这儿了。直发的话是在这儿。这衣服好看，这是我的睡衣。晚上好，我今天这一觉睡下去，一定要睡够10个小时。对，我要睡饱饱。我先不打算收拾行李，我就把它摊在那儿。我想明天睡够了起来，再慢慢整理一下我的房间啊、行李什么的。
这个只能说一般般嗨，还没有到我状态特别好的时候啊。状态特别好的时候，这个场子就给它炸掉，让大家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嗨。什么蓄谋已久啊，我怎么知道我抽到的是起哄。还是差点意思，还是差点意思。毫无游戏体验，对，一来就输了。我跟小鹏，但凡我们俩换一下这个游戏，到今天下班也是不会结束的。气氛组，我就是一个气氛组的成员。对，这个已经是收敛了，收敛了非常多了，只是在一些音乐的间隙当中，音乐的间奏当中，见缝插针而已。如果完整版的话，那就是整个音乐太过于抢别人风头了。怕吓到成员们，怕吓到成员们。不行，这个不能 solo， 这个必须得成员配合，就是成员他们要唱，要把他们自己的分词唱了，我才能有办法给他嗨起来，自己一个人是嗨不起来的，这个就必须得所有人我去带动他们。隔壁是在装修吗？这大晚上的。切菜，没有人在墙上切菜吧？多恐怖啊，在墙上剁肉吗？包饺子，
应该叫剁馅儿。来，本来要和 Coco 他们去吃饭，但是呢，我突然想起我自己还有东西没吃完，我就没去。然后想着今天早点休息吧，哈哈。但是我其实也没有那么饿。感觉像是在钉钉子之类的。我跟这边的隔壁是隔音的，就是这边隔壁的讲话的那些什么声音是听不见的，但是他们敲墙能听见，因为我们是一堵墙嘛。就是还不知道他们在干嘛。谢谢佑佑。隔壁是成员。谢谢。喝的咖啡已经对我没有用了，我就太累了，就连咖啡也不会让我不困。好嗨呀！这是超级连轴转。我前天不是公演吗？然后昨天深圳，然后今天回来，然后接着公演。一起转，一起转，咱们就是一个快速快速转。忙点儿好啊，忙点儿好啊。明天休息一天，从星期一开始又要忙了。对，明天可以休息一天，简直 unbelievable。
对，我从来没有，我基本，也不是从来没有，基本上没有怎么在星期天休息过。我说明天星期天我能休息，实在是太不错了。我明天一定就在，明天我的微信步数不会超过20步的，我就不会离开我这个房间。对，第一次有了周末，但是周末估计人哪儿多，而且我也没有力气出门，我就享受一下，肯定不会超过20步，我就上厕所，怎么会超过20步呢？我房间就这么点小，我都不会，我不拿外卖，我明天一天我不想吃东西，我人就要待在这个房间里面，我也不会饿，我不动我就不饿，就是一个体能的消耗，咱们就是说。你不知道我的微信的记录是13步，这是我的记录。快递不拿，好，不拿快递。我明天不吃饭，我人不动就不会饿，我就不需要吃饭。人为什么会饿？是因为体能消耗了。我不饿的时候，我不是我不饿。我的微信记录是13步，没，至今没有人超越过我。对，我就一直睡着，我明天睡醒估计都天黑了吧？我不叫，我现在身体里面欠缺了太多睡眠，我要给它补回来。我为什么要吃东西？总不能硬塞吧？我没有停下来过。我们先是拍宣传片，然后呢，第二天我去录音，录完音之后，搞到很晚。然后录音的第二天就是有公演，公演完了之后，然后又回来，就是整理工第二天的工作安排。然后呢，早上就出发去深圳，然后到了深圳之后就工作，工作完了之后呢，然后今天早上又从深圳回来，然后又公演，然后到现在。录音搞完了，什么叫搞完了？搞完了是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啊，不对，宣传片的前一天的晚上，都还在排练，然后呢？排练的那天的晚上是公演完回来在那排练，人就没停下来过。我就是，我感觉是从哪一天开始啊？是从10月底开始，人就没有停下来过。要什么叫？就是反正一直在忙，没有什么录完不录完这么一说。最近就是一直要录音，要排练什么的。不会，但是我那天拍宣传片的时候，我的两条腿确实肌肉非常酸痛，有一种刚军训完的感觉。我们的新公演的舞蹈非常猛，就是跳完觉得真的好累，但是呢，结果直到第二天，我们当时还只跳了一首歌，直到第二天你才发现，原来你这个腿的肌肉已经。
被拉到了。就是狠狠的累了，明天缓一天，然后呢就要开始一直忙忙到12月中了，估计是有史以来最猛吗？反正目前已经，我觉得目前已经可以媲美48区了。我不知道接下来，因为还没有排完嘛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能否超越48区。咱们就是一个，又难又累，歌也难，舞也难，然后呢，嘴巴和身体就没停下来过，好抠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会打抠。但是，咱们这个48区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东西。今天后边，叫什么来着？下个铃声加坐标加48区连跳，我感觉我整个人虚掉了。我已经习惯了那种猛的程度，就是你镜头拍到我。你就算给我镜头，你基本上也拍不到我脸，人就是一直在动。这个头基本上都不会贴着脸，这个头发一直在空中飞着。48区这首歌，残影全是残影。咱们就是可以看看录播，我这个48区人，你就是休想拍到我的脸，除了 ending 的时候，人就是动到你镜头之外去。好吧，我要休息了，就这样吧，拜拜。